见。怕老线。这些人就是好像自己来工作一样的。对。基本是成年计划了。对。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就是海马跟蝙蝠。海马代表了多子多孙，然后蝙蝠代表了竹林。这就比较中式的一个建筑意象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是以前的剪片机上面那一台。哦，剪胶片，剪胶片，剪接的。そうですね。这应该可以算是最早期的一台。对，就我们西，以我们西人来说，已经退休快十年了。哇！它主要几个部位哦，机身。然后灯箱，然后镜头片轮两个，对，那一个上面拨，下面收，然后这是回片机，就像以前我们录影带的那个，对，卷轴，而且比较大型的那个回片机，下一场要演的时候还要再回片。对。我们从1958年接手之后，从1960年开始，我们就改为二轮戏院，一年才剪二轮，然后做一票两片。以台北那些二轮戏院，我今天说全台湾二轮戏院一票两片，当然都是从我们这里开始。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是创始的，我们也是学美国的。那时候那个时代有那个背景，然后有人介绍说，美国有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，我阿公那时候觉得不错，可以试试看，结果蛮获得回响，因为在那个你像60年代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的时候，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经济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宽，所以我们用。就是比较优惠的价格，会吸引到很多想看电影，但他又不想要花那么多钱。但现在做电影也很难做，就现在网络发达，电影这个产业它不断的在受到冲击，对啊，但是它也不断的能够存活下来。你音响再怎么好，大家家庭剧院可能都可以超越。比如说一个人家里有这么大块荧幕的，我觉得那个数量比例比较少，可以有很高级的音响，但是你说要靠那么大块荧幕的。比例不高啦，当然可能也有啦。电影就是给你一个这样大的屏幕，看，家里怎么做都做不到，看在戏院那个状态。可惜现在的电影都变成那种效果。你们手机这样拿起来看，做个节目。这个不是看电影，这个是知道。五分钟看。这个像看历史的。哦，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。好悲伤，这不是看。对啊，现在好多都是这样。这个真的聊不完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去上课。